我今天真的太高兴了，我居然找到了一把萝卜枪，这把萝卜枪这么大，我把它送给赛罗爸爸，以后就再也不怕怪兽了。小赛罗，你赶快站住呀，这把萝卜枪是我先看到的，你也给我玩一下。我才不要跟你玩，明明是我先看到的，这把萝卜枪是我的了，只要你追到我，我就跟你玩一下。